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请先开经本，278面，278面，倒数第二行，从这个注解的第35段看起啊，观空有一切如梦。果能于一切有为法，有即非有，何妨于一切无为法，非有而有。此之为大作梦中佛事。学人初下手，便作圆顿妙观，不知实，不知虚，不知无，即是本经所说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一空到底，设有不住有，行空不住空，则如如不动矣。便是直观双运，定慧均等，即而常照，照而常寂。这个注解到这个地方呢，可以说对全经做一个总结。当然这几句话非常重要，我们能够将这几句体会的，能够应用在生活上，可以说是全经修行的要领呢，你都掌握到了。金刚经的精髓无出于此。行门当中最重要的是修观啊，就是把这个观念呢改过来啊，观念呢修正过来。一切法不外乎空有两大类，所以用空有呢，就把一切法了全包括进了。不但有为法是梦幻泡影的，这是经上告诉我们的。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那个无为法了也是梦幻泡影啊！无为相中百法里面呢，讲六个无为，六个无为当中啊，有五个无为法是梦幻泡影啊，不是真实的啊，我们叫它做相似的无为。唯独真如无为是圆成实性，前面讲过是真实性，只有这个真实，只有真如无为。但是真如无为没有相，
也没有念。换一句话说，它虽然是真实永恒的存在呀，可是我们六根都缘不到，眼见不到，耳也听不到，连心想也想不到。所以也可以用一个空字来代表。那么说如梦，这个意思是叫说明决定不能知足。这个梦境有没有呢？梦境有啊，虽有而不实，你执着就错了，不执着不爱死啊。所以下面这个解释就说得好了，故能于一切有为法有即非有。一切有为法，佛经里面常讲的十法界一真庄严，我们眼前所见的，所接触到的，全都是有为法。有是说它相有，它有这个现象啊。无是说它的性无，他没有自信，没有自体，只有幻象，没有自体。而且这个幻象，我们一定要晓得，它只是生灭的相续相而已。这说明，即使幻象也不存在。真的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这个才是事实真相。所以有即非有。换一句话说，有跟非有是同时的。是一不是二。这个通常我们讲入不二法门。它是不二。能于一切法这样的看法，这个看法是正确的。这个是如来之见的，诸佛如来看的一点都没错。我们也要这个看法，不能把有为法了当作真实。这个当作真实是绝大的错误。这何妨与一切无为法非有而有呢？无为法是讲的体性，真如本性，真如本性里什么都没有。虽然没有啊，它能够随缘现象。它有这个作用啊！所以性虽然空寂的，它不是死寂，它是活活泼泼的。随缘现十法界的相，随缘现一真法界的相。非有而有，非有而有是从性那边说的，从体性上说的。有而非有是从现象上说的，性相没有妨碍啊，空有没有妨碍。清凉大师在华严经上告诉我们，理事无碍，体性是理，现象是事，理事无碍。这个通达理事无碍啊，你就不迷惑了。如果两边都不执着了，
你在受用的时候一定达到四事无碍，四与四也无碍。现在我们对于四事无碍的理论明白了，懂得了，可是我们还没有做到无碍的境界，为什么没有做到呢？我们还是放不下，还是有妄想执着，所以我们四事还是有障碍，假如把一切分别执着通通离开了，不再执着这个身是我了，也不再执着这个墙壁是实在的了，我们能不能从墙壁走过去呢？走得过去，一点没有障碍，为什么呢？身是空的，墙壁也是空的，空个空哪有障碍呢？我们今天为什么有一道墙就过不去呢？认为身是有真有，墙也是真有，好了，这有就不能过去了。这个理我们懂得了，所以问题就是在放下，我们放下的不够放一点点不行啊，要彻底放下，障碍就没有了，就真正切入到无障碍的享受啊，受用啊。诸佛菩萨他们示现在人间，示现在六道，帮助一切众生破迷开悟众生妄想执着，不知道事实真相佛菩萨示现来教化众生这个教化众生呢，就是大作梦中佛事诸佛菩萨执不执着呢？不执着，虽不执着了，他装着执着像唱戏一样，他表演了他示现一个凡夫，就要像凡夫的样子才能帮助这些凡夫菩萨要度恶鬼道，一定要现恶鬼的样子不现同类身，就没有办法帮助那一类的众生帮助哪一类的众生，一定要现那一类众生的身相。所以现身相呢，这个众生是业报之身的，他有苦受前面讲了，他有苦乐游戏舍的感受。而菩萨示现呢，没有确确实实没有菩萨就像经上讲的梦中佛事水月道场他确实没有苦受。这没有苦受他也要装着有苦受你像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我们在经上读到佛不答妄语，释迦牟尼佛不是三千年前呢在我们这个世间修行成佛的，不是的在梵网经上说吧，他老人家到我们这个世间来示现成佛，这一次是第八千次所以他成佛是久远界就成佛了，这一次来唱戏来表演呐哪里是这也是成佛的在梵网经上给我们透了这个消息第八千次所以他是示现他是表演给我们看的佛在世曾经也断了粮没得吃这是经上有记载的，
他有三个月叫马莫之报。啊，这个遇到啊饥荒。啊，人民都没有东西吃，当然佛偷钵也偷不到了，也没东西吃了。啊，吃什么？吃马吃的。啊，我们大陆过去叫马肝，啊，就是马吃的那个沫沫子，那个沫子很粗，那平常没有人吃的，啊，在荒年的时候，佛偷钵的时候，曾经吃马沫。那么这个里面呢，佛就告诉我们，因果不昧的一段公案。在中国，孔老夫子在陈绝粮啊，世出世间圣人，大圣大贤，也有时候在物质生活上遇到了困难。啊，那么佛菩萨这是实现的，告诉我们，因果不空。要我们晓得这个道理，这些话学佛的同修啊，多数都能道出啊，啊，都能说得出啊，多数也都大致明了啊。可是平常我们对人、对事、对物，依旧是迷惑。为什么会迷惑呢？说实在的话，对于宇宙人生的真相啊，没有清楚，啊，没搞清楚，没有真正明了。对于因果报应之事之理也没有透彻明了，于是警觉心不够，而无始劫来自己烦恼习气非常深重，这个是麻烦事。所以境界现前了，烦恼起现行啊，佛法所讲这个忘得光光净净的，事情做错了之后了，也有不少人后悔了，后悔无济于事，你的因种下去了，将来还是要受果报，这是佛是表演给我们看的，成了佛也要受果报。啊，所以古德教给我们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个就很有道理了。啊，我们要想到这个事，希望世间人怎么对待我，我就应当如何对待大众。这一个道理吗？啊，我希望别人对我好，我自己对人不好，哪有这种道理呢？啊，没这个道理的。啊，所以一定要明了因果报应丝毫不爽。啊，佛菩萨给我们示现表演，无非都是说明这个事实。啊，所以觉悟的人呢，梦中佛事啊，日常生活也叫梦中佛事，佛是觉悟的意思，不迷。啊，自己日常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啊，都是觉而不迷。
净而不染呢，这就叫佛事。啊，穿衣吃饭都是佛事。学人初下手，啊，这个底下一段好了，啊，前面是讲了一个前提，啊，讲了一个大前提。这底下这几句非常难得，我们是初学，初学的人常常想啊，我要从哪里学起啊？是不是要从初级的学起啊？像念书一样，我从小学、中学、大学慢慢去念啊？是不是这样的呢？在佛法里没有这些，啊，所以善导大师在《观无量寿经》那个上品上生章里面呢，讲的九品往生啊，它里头有一段话非常有道理，啊，往生西方极乐世界。为什么会有九品差别？他老人家讲，语言不同。啊，这一句话讲的，我们这叫心服口服啊！啊，是你遇到的语言不同。啊，我们今天遇的语言最殊胜了。啊，遇到的是圆顿大经啊！啊，这语言不同，你遇到这个语言呢？你就不要枝枝节节了，直截了当啊，那就成就了。啊，如果你要跟一个小乘师去学，啊，那语言不一样啊，你就得从人天小法慢慢去学起了。从哪里呢？从无界十善慢慢就搞起了。啊，这语言不一样。所以我们要珍惜这个殊胜难得的因缘啊！《金刚经》这是顶法了，没有比这个更高更上的了。一切诸佛皆从此经出嘛！啊，我们有幸遇到这个法门，所以一下手呢。语言顿妙观，语言是圆融圆满，没有一丝毫的欠缺。这样的经典不多啊！我们展开《大藏经》，语言顿经典呢，太少了。一般经典教给我们修行，确确实实是按部就班的，啊，由浅而深，由易而难，慢慢来呀，啊，这个法门没有，啊，这个法门教给我们是总纲领、总原则，就是看破放下了。直接在这里用功夫，不只是只是执着啊，实际上说是有啊，啊，就是一切有为法，你不去执着它，啊，明了它的真相，啊，不去执着它。不知虚，虚是空啊！这就是空有两边不着。就世间法而论，这个六道里面的欲界、色界是有，我们不执着，不知是；无色界是空。无色界
也不知足。所以空有两边都不执着，你就超越轮回了。这轮回里头，怎么回事情呢？就是执着空有两种人呢，他出不去啊。我们要晓得，轮回是非常不容易突破的。就我们自己本身而言。我们有过去式，有过去当然就有未来，这个三世因果是真的，不是假的。过去还有过去，过去无始，无始劫来到今天，过去生中不是没有修行的，不是没有闻法了，一闻法一修行，为什么还落得今天这个地步？就是轮回那个关口没有办法突破。我们在六道里面，诸位如果很冷静地想一想，你也曾经在天上待过，你也曾经做过天王也曾经当过上帝，这真的一点都不假你也曾经下过地狱六道里哪一道没去过呢边畜生边恶鬼不知道干了多少次了为什么没有办法突破，没有办法超越，就是空有两边，总是执着，总是不肯放下。只要你空有两边，不执着了，不学佛也超越轮回了。所以这个不一定说学佛才能成就，不学佛没成就，没这个话。那不学佛的人成就的是，我们佛门叫他做独觉。他没有接触过佛法。他也懂得，他也能够超越达到这个目标，称他做独觉。在佛门把它归纳到辟支佛这一类所以我们的这个生生世世不能成就病根在此地这下我们搞清楚了如果这一生当中还是不能放下那么换一句话说你依旧不能突破我们念佛求往生，往生也要放下，空有两边放不下了，阿弥陀佛来接引你也没办法，也没有办法把你拉去，还是去不了要把这个事实真相搞清楚，两边不住，底下讲呢，不知无。这个无是不执着也不执着，这叫一空到底还有一个，我两边都不执着了，你还是执着执着个两边都不执着，还是出不了三界。《金刚经》上教给我们修学的要领就这三句空有两边不执着，并不执着也不执着，你的清净心就现前了经常讲得很好
信心清净，则生实相啊。你的自信本具的般若智慧就现前了，实相般若就现前了。般若智慧在哪里？不是在《金刚经》里头啊。是在自己清净心里面啊，只要恢复清净心，智慧就现前啊。所以是一分清净就透一分智慧呀，两分清净就透两分智慧呀。啊，怎么清净呢？放下而已啊。这是把《金刚经》修学的方法，也就是诸佛如来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他们修学的要领啊，为我们说出来了。即是本经所说，无我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啊，这就是前面教我们圆顿妙观啊。原来圆顿妙观呢，就是不知舍、不知虚、不知无啊。那么这个就是《金刚经》上所讲的无我相啊。不知实是无我相，不知虚是无法相，不知无是亦无非法相。啊，我法非法俱空，这是一空到底呀。圆顿妙观就在这个经上啊，这个方法理论方法都在《金刚经》里面。在下面是教给我们，也就是我们现在所谓是落实在生活上要怎么做法啊。设有而不住有，我们每一天生活从早到晚啊，工作待人接物，这都是有啊。离不开我们现实的生活，生活一切都照常啊！啊，我们原来是怎样的生活方式，我们无需要改变。原来做些什么工作也不需要改变呢。照常去工作，照常去生活，那个观念变了啊。观念怎么变呢？不住有了。《金刚经》前面教给我们应无所住，不住就是不执着啊。我们在生活里头再也不执着了啊。以前在生活里念念都执着啊，念念都计较啊，啊，所以妄想分别执着烦恼重重无尽，啊，这个日子过得很苦啊。现在能够说一切都不执着了，你就自在了，啊，你就感觉到很轻松了，啊，你的生活很自在。工作很轻松啊，在应酬当中你就显示的真正的幸福美满啊。行空不住空，
间人大概执着有的多，空他还没想到啊。那么行空不住空对谁说的呢？对一些修行人说的啊，无论大臣小臣啊，修这空观的人啊，佛在这里告诉我，空也不能住啊，啊，也不能执着啊，执着就错了啊。说实在的话，这个世间的四空天，四空天谁去的？修行人去的，不是修行人去不了啊。四空天在世间禅定里面是高级的禅定啊，他为什么不能出离三界呢？他执着空相，出离三界之人也有不少啊，还是住着空相的啊，像阿罗汉、辟支佛，我们在经上啊看到佛说他们啊，正如偏真涅槃啊，偏真涅槃是什么呢？就是空啊。一些大乘经上，佛对他们的批评啊，说这些阿罗汉、辟支佛了，叫焦牙白种啊，这是责备他们的话。堕无为坑啊，堕是堕落，无为坑就是空啊，啊，堕落在无为坑里面呢，执着空，执着空的毛病在哪里呢？没有进步了。他的功夫到那里停止了，没有进步。要停止多少时候呢？那就看他的定功了。世间四空天，四空天最少的是两个大劫。我们讲的两万大劫，四空天呢，最高的飞翔飞飞翔天呢，八万大劫啊，这么长的时间，它不起作用了，毫无进展了，可惜时光浪费掉了。小乘阿罗汉超越六道轮回了，住在偏真涅槃两万大劫。辟支佛善根比他深厚，比他聪明一点，住在这个空相里面一万大劫啊。他们那个时候才后悔啊，所以才回消向大，再继续不断的来修学啊。住到空的时候，所有一切都停顿了啊，这个是个错误啊，所以行空不住空，这是菩萨了。菩萨空有两边都不住啊，这才是真正的如如不动啊。所以这个二乘人叫声闻缘觉，他们把偏真涅槃就当作如如不动啊。那个四空天就更差了啊，把四空天的境界误会，以为那是半涅槃啊，以为那个是如如不动
这个就是对于事实真相没搞清楚啊！啊，把这个境界当作佛果地上的境界，误会了。啊，那么他堕落进去之后，就很不容易出来了。啊，也就是不容易觉悟啊。那个里面没有佛说法。没有菩萨在里面帮助人的，所以真正的如如不动，是动与不动啊，是一不是二，那叫真的不动。啊，这是真正的理相呢。这个意思很深。我们要细心去体会，啊，不能发生误会。便是直观双运，定慧均等。直观定慧都是佛门修行的纲领。直是定啊，我们一般前面讲啊，放下了。观就是慧啊，观是观照，所以直观跟底下定慧呀是一个意思。啊，直是把所有一切妄想、分别、执着，统统止住了。止息了，所以它就是定的意思。啊，观是对于外面境界清清楚楚、寥寥分明。啊，不是什么都不知道啊，他样样都知道。啊，所以佛家了，常常把我们的心比作水。我们供养佛像要懂得它的意义啊，不可以把佛菩萨像啊当作神像来看待啊，要当作鬼神像的来看待，那就是迷信了啊。这个外教常常毁谤佛教，叫拜偶像啊！啊，迷信的拜偶像啊！他说的对不对呢？他说的不对，他根本就不了解佛教啊！他是发生误会呀！我们供养佛菩萨形象啊！那是教学的方法，是提醒我们自己，作用在此地啊。供佛有两个重要的意义，第一个，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供养老师的像啊，念念不忘老师的教训啊，所以提醒自己啊。第二个意思，见贤思齐，他是凡夫，他能修成佛，我为什么不能成佛啊？我要向他看齐啊。这两个意义啊，我们不可以不晓得。那么供养佛像啊，有这个香花了、床幡、宝盖的供养，在种种庄严具，这些都不重要。
供养具里头最重要的是供一杯水啊，什么都可以不供，一定要供一杯水。水也是表发的啊，代表什么？我们的心，心跟水一样，要清净，要平等啊。你看心在清净的时候，平等的时候，不起波浪的时候，就是止啊，就是定啊。啊，定心啊，就是水平的那个水呀，它的作用能照啊，外面的境界相都照在里面，清清楚楚，那就是观，就是照啊，明了。心不清净，你就起不了照的作用啊！照是智慧，所以智慧从哪来的？从定来的啊，从清净心来的。那个心地愈清净，你对于外面的境界就愈清楚啊，所以这个不是学来的，照见嘛，啊，哪里是学来的？真实的智慧也不需要学，事出世间一切法要不学也不需要学，啊，为什么不学就会了？不学就能通达呢？事出世间一切法不出自性，都是自性变的。既然是自性变的，你有能力明心见性，你哪有不会的呢？哪有不知道的呢？啊，我们今天世界是个什么样子，往后2000年世界又是什么样子？你看东西方古老的预言啊，中国预言可以推溯到2000年前呢。西方的预言也有几百年之久啊，为什么他能讲得那么清楚？啊，说的那么准确，这里头有道理啊。预言家之所评级的两个原理，一个是数学啊，这个涉及到高深的数理，从数学里头推断的啊，相当准确啊，但是那个准确度啊不是100%啊。另外一种预言是100%的准确，那是定中见到的境界，它不是，所以不是比量的，比量是推测，它不是推测的，它是见到的啊。人在甚深禅定之中啊，这个界限突破了，时空突破了啊，也就是说他能够看到过去，他能够看到未来啊，未来几百年几千年他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他不是推断的。那么这种能力我们听起来很羡慕啊，很了不起，这神通广大了。佛告诉我们，这个能力是我们自己的本能，哪个没有呢？个个都有啊。有为什么你现在没有了呢？
你现在这个心的水在动，你有波浪啊，什么动呢？贪嗔痴在动啊，啊，是非人我在动啊，啊，是非人我是小浪啊，贪嗔痴慢是大浪啊，啊，所以你的照的作用啊，失掉了，啊，照的作用失掉就是你的智慧失掉了。佛教给我们说，佛教给我们把一切万缘放下，啊，放下的目的何在呢？我们的心水逐渐逐渐平静下来，啊，恢复到平静啊，你的能力不就又恢复了吗？啊，所以我们供佛那一杯水是表这个意思，啊，时时刻刻看到我们的心。像不像水一样干净啊，不能有污染啊，有没有像水那样的品啊，我们的生活工作处事待人接物用什么心呢？清净心平等心，水就代表的清净心平等心这个里头哪里有迷信呢？啊，所以那个水也不是供养佛菩萨给他喝的，怕他口渴，那你就错了了。那哪有这种道理呀？啊，他是表法的，啊，是时时刻刻在提醒我们自己。啊，这个是如如不动，这就是直观双运，双运定慧均等。极而常照，极是静是定，像水一样在静的时候它常照，照而常极，它虽然照但是它的体并不动啊。极跟照可以互为体用，显示出不二法门。即是体，照就是作用；照是体，即就是作用。它可以互为体用。那么在初学，我们前面曾经讲过，看破放下。看破是照，放下是极，放下这个心就清净了，妄想分别执着没有了。放下一分就有一分照的作用，就有一分看破的作用，看破是属于照，看破一分呢一定会帮助你放下一分，看破放下就是此地讲的急于照啊，定于慧也，或者止于观呢，都是同样的意思。要懂得交换的用功，用放下帮助看破，用看破帮助放下，这样交互用功。从初发心一直到成佛都是用这个方法，这个方法就是这一段里面所讲的，这是佛在金刚般若会上教给我们用功的方法，这个方法确确实实是
圆顿大法。一部金刚般若，无著妙旨，全在不取于相如如不动上。这两句经文，前面我们已经说的很多了。这个地方呢，做总结了。不取于相呢，是功夫啊，修得了；如如不动是信德。性修不二啊！如果用前面吉兆来讲呢，如如不动是吉，不取于相啊是兆。啊，如如不动是定。不取于相是慧，全经在总结的时候，佛把这两句话传授给须菩提尊者。须菩提尊者是我们大家的代表人，传给他，那就是传给我们了。我们如果肯接受，接受了就要去照做，把它应用在生活里。我们学佛学的是什么？就是学的一个如如不动，用什么方法能够达到如如不动？全在不取于相。不取于相就是前面讲了，不知实，不知虚，不知我。本经里面讲的无我相、无人相、无众生相、无寿者相。无法相亦无非法相，这才是不取于相。于当不取于相，如如不动，全在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上。不取于相，刚才讲的是放下了。你为什么放不下呢？你是把一切有为法当作真实，所以没有办法放下了。这个四句偈，观慧属于看破。告诉我们，一切有为法了，如梦啊！如幻如泡如影，虚空如幻。国土就是世界如泡，色身如影，前面我们都曾经说过，不是真实的，
存在的时间呢，刹那生灭，如露如电，真正是当体皆空，了不可得。如果能常作如是观呢，你就会做到不取相。你真能做到不取相啊，你就恢复到如如不动。如如不动是真如本性。禅宗里面讲明心见性。我们念佛的人叫一心不乱。如如不动就是一心不乱。如如不动现前了。不但超出六道了，也超出十法界了。那你就如本经里面所说的诸佛如来的地位了。金刚经上讲的诸佛如来。诸佛如来是什么样的人呢？如如不动现前了。这个人就是诸佛如来。这两句话的意思非常之深。深广无尽呢。一切学人当从此观随顺而入。这就是金刚经总结，就是两句一偈。两句就是不取于相，如如不动。这一偈就是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这首偈子。全经到最后就是这六句做总结。全经所说的不外这六句啊。我们把这个意思道理搞清楚了。意思搞明白了，要从这个地方啊修观。把我们的思想见解观念修正过来，随顺而入。这个修学是一切时一切处都不能忘记。特别是在我们面对外面境界起心动念的时候，顺自己心意的，会生欢喜心呢，会生贪心啊！这个就错了啊！你把这个偈子念一遍，你的心啊恢复平静，不顺自己意思，所以逆境的时候你生烦恼啊，嗔恚啊，嫉妒障碍，生这种心起来了，你赶快把这个偈子念一遍，让他把你心里面这些污染呢清除啊。这首偈子好啊。你了解的越清楚越透彻，那个力量就越大。一定要用在生活上啊。你不用那自己就得不到利益了。一定要会用，随顺而入。
时时刻刻用这个标准来看一切人事，看一切现象，不但看我们眼前的这些人事现象，同样啊，用这个四句看六道轮回的现象，看十法界一真庄严的现象，这样我们对于天道啊，也不留恋了，也不住啊。多少人希望升天呢？天人的福报大，寿命长，相貌庄严，天都不想去了，人间富贵还有什么留恋的呢？都没有了。不但天，我们那个天王请我去做，我也不干呐。人间什么总统还去竞选呢？哪有这种道理吧？没这个道理的。三界之外，阿罗汉、辟支佛、菩萨，甚至于佛，我也放下，也不要了，这样才能超越十法界。超越十法界，才能把自己找回来呀！这禅宗里所说，父母未生前，本来面目，你才能真正把你自己本来面目找回来。本来面目什么？大乘经上讲的如如佛，那就本来是佛。此观正是金刚智慧呀！般若是大智慧呀！金刚般若是智慧里面最殊胜的了。这个金刚般若在哪里呀？这一首偈子就是。常常用这首偈子关照，你的智慧就升起来了。你就不会迷失了自信，不会迷失了方向。换一句话说，不会迷失了你的幸福、快乐、美满。说这个话，大家听起来更容易懂。你为什么有那么多苦难呢？迷失了自信，觉悟了，这世界没有苦啊，有真正的乐趣。应如是受持，如是演说，《金刚经》上对于演说讲的太多太多遍了，可见得佛对于这桩事情非常重视，你看我们读的这个经上，从头到尾，《金刚经》并不长，佛教导我们受持、读诵、为人演说，这一句话讲了七八次之多啊！这是看出来佛对于这个重视。受持是我们自己的利益，受持就是要照做啊！受持不是我每天把这个经念一遍叫受持，那个不是的，那个叫读诵。受持是要依教奉行。也就是依着这个纲领去做惯了，自己的利益了。如果一切众生不觉悟，一切众生还迷惑，我们也要受累赘。一群的糊涂人，你一个人清醒了，那你的日子也不好过啊！你要应付这一群迷惑颠倒的人必须要叫每一个人都觉悟，
那你就要如是演说了。现在在这个世界上讲经的人不多了，太少太少了。那要把这个经讲清楚讲明白的那就更少了。我们这一次这个缘分很殊胜，相当不容易。这一部经从去年讲到今天呢，这个杨会长刚刚告诉我，我们总共讲了124次，一次两个小时是248小时，很不容易。我们的语言非常殊胜呐、诸佛菩萨祖师大德对我们的期望，就是幕后这一句永永流通，此少龙佛种之无上大法也。少是继续的意思，是沉船的意思，代代沉船呐、一代一代的传下去啊。龙是发扬光大了，我们不但我们从上一代，接到自己手上了，不但要传到底下一代，还要把它发扬光大。永远在流通啊，这是自性化他啊，显示无尽的悲愿啊，大慈大悲讲经说法。实在讲啊，那不是难事啊。但是也不能把它看成容易了，看成容易了，你不会有进步。看成太难了，你不敢去学习。尤其是这样圆顿的大法。我们初学的人可不可以学讲这个经呢？可以的。前面不是说语言不通吗？这一句话善导大师真是讲绝了。几千年来啊，这个大众的疑惑被他老人家一句话解开了。语言不通啊！学讲经跟学世间的这些东西，在原理原则上啊是相同的，一定要认识清楚。要一门深入啊！可是现代的社会跟中国古代的社会不相同啊！现在这个教学的方法了很困难啊！那如果用现代教学法来学讲经啊，可能一生呢都不能成功啊！中国古代世出世间的教学讲求的思诚，所以他成就快速啊。我们读中国古书
你看看历代这些读书人，未满二十岁，二十岁就是成年了。未满二十岁的，在从前的人，中举人的那个秀才就不谈了，举人的进士的很多，诸位要知道啊，中举人进士就可以担任地方的首长，现在的县市长啊，很多，那不是假的，在我们现在看到的，十八九岁小孩啊，他懂什么？他什么都懂，他能够治理一个地方。到民国初年，我们在台湾还遇到一位十九岁做县长的，张林居士，这都过世了。这老总统走的时候。走了以后，他做了个总统纪念歌，就是他做的。他十九岁当县长，那是湖南才子。师承就非常重要了，跟一个老师学。所以以前的这个老师生的关系比父子关系还要亲密，跟现在这个师生完全不同。现在师生没有关系，有什么关系啊？以前是师徒如父母啊，老师的儿女跟自己亲兄弟没有两样啊，有这样亲密的一个关系，老师对于学生全心全力的照顾，帮助他。那么在佛门，佛门俗话常说，踏着毗卢顶上行，毗卢遮那佛是报身佛，释迦牟尼佛是应身佛，他不讲释迦牟尼，释迦牟尼佛应化身，那算不了什么，讲报身呐，华严经上的毗卢遮那佛，怎么说踏着顶上去？踏到他顶上，你就超过他了吗？所谓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是这个道理啊，学生一定比老师高明啊，如果学生不比老师高，那个老师就会被社会人呢骂了，轻视了，你另发了，不肯教学生呢，学生一定比老师高明。为什么呢？时代在进步整个社会在进步，如果学生是底下一代，他要不能比老师高明，他怎么能应付到底下一个更复杂的社会？从前人明白这个道理，如何呢？取老师的精华作为自己的基础，这就是踏着老师的肩膀，踏着老师的头顶上去了。你懂得这个原理，懂得这个方法，讲经有什么难处啊？我最初这个学佛亲近李老师，是想到他那里听经啊，没有想学讲经啊。结果一看到他的教学法时，我们才明了了，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么个事情。所以我们同班的同学当时在一起学讲经的，有一位年岁最大的林堪志居士，六十岁
我那个时候是三十一二岁的样子，啊，他60岁呀，啊，什么程度呢？他小学毕业，啊，60岁小学毕业，出来学讲经，学多久呢？给诸位说，一个月就会讲啊。怎么个讲法呢？拉着老师这个脊柱，踏着老师的肩膀。譬如我们这一次讲的这个《金刚经》，我讲了200个小时，啊，248就算250个小时吧。啊，现在你一学讲《金刚经》，多久的时间呢？给你25个小时。1/10了，你把我讲的这个东西里面取1/10去讲，你想想，你是不是比我讲的好？我的拉拉杂杂的太多了，你讲的都是我的精华了。你不是踏在我的肩膀，踏在我头顶上，那是什么啊？就是这么个道理呀！啊，所以同学们，拿着这个录音带去写这个讲记，这个就是基础。写完了之后，你懂得这个原理，懂得这个方法，你学这部经决定不参考另外的一个参考书，完全采取我这。你要是参考别人拉进来就错了，那你就掺着别的东西了，这个就不叫师承。师承是跟一个人学，古时候的标准要学多少多久呢？5年，5年之内呀，决定跟一个人。5年之后啊，你的基础啊稳固了，啊，你可以涉猎别的东西了，可以找别的参考啊，这个取材的范围可以广了。5年之内呀，一定是老师的，除了老师之外，不会掺杂任何东西进来，你就成功了。啊，你看，把这个讲演的浓缩成1/10了。哎，你这个取材的时候只取我1/10，换句话，我所讲的1/9你都不要，都把它去掉。啊，取材的原则呢，有4个字，这是初学的人必须要记住的。啊，第一个，简单，不能复杂。啊，这个经文呢，字字句句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就好啊。第二个，容易，不能够难。啊，人家很容易听懂。啊，听起来一点都不难。易而不难，这是很重要的要领啊。第三个，浅不深。所以你去的，我讲深的不要，深的是我自己懂了。想想什么？初学的人他听不懂，那个东西不能要。要浅而不深。第四，要明，讲得很明白，明而不昧。啊，昧就是讲不清楚啊。啊，这个经文句子没解释清楚啊，这个不可以。你只要守住这四个标准。把我讲的东西淘汰1/9，只取1/10，你出去讲就行了。啊，开始讲怎么讲法呢？可以找人家家里去讲啊，3个人5个人听啊。讲不能中断啊，
教学相长啊，你讲一遍你就更深入一层了、啊。啊，那么你能够讲十遍，可以说你的基础已经稳固了。啊，这样不断的去讲，讲五年呢，你的根扎了，扎下去了。啊，五年之后啊，就有悟出了，开花结果了。啊，你才能够广学多闻。啊，所以五年当中一定要守这个原则，守一家之言。啊，决定不掺杂任何东西进去，这叫思诚呐。你懂得思诚，一诚圆顿大法，我一开头就可以学，不是不能学。这个就是刚才讲了与语言不同啊，所以佛是真是无数次的这样勉励我们啊，我们应当发现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幕后我们看这个正解流通啊，佛说是经已，长老须菩提，记住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一切世间天人阿修罗，闻佛所说，皆大欢喜，信受奉行。我们看这个小注，这一部经这是讲完了，这一段话呢，是阿难尊者记录的。经讲完之后啊，这个大众啊闻法的一些状况啊，受菩萨戒后，则称菩萨戒、优婆塞、优婆夷，皆可讲经说法，得称法师啊，为。不可为人做传授归戒事，因自己未受具足戒之故。这是说明我们同修们呢都应当发心出来讲经说法，讲经的功德利益最大。我们讲消业障啊，消业障最有效果的方法就是讲经。我们过去在李老师的麾下，老师的学生很多，他看到同学有些人这个面相很薄，很薄的人呢，大概我们一般人都能够看得出来，没有福。短命啊！你看到这种人呢，老师就特别劝他出来学讲经啊，的的确确能够转变自己的命运啊，能转变。那么我年轻的时候，这个相貌很薄啊，我年轻的照片，诸位一看的时候都会吓到啊，很瘦。一点福报都没有啊！哎，真的是短命相啊！啊，我过去是许许多多这些看相的、算命给我算，都活不了45岁啊！啊，我今年70岁了，啊，还福报还算不错，这个呢？通通是学佛以后啊修来的，后天的，不是先天的，啊，后天的，啊，可以说呢，效果非常的殊胜，啊，你就走这个路子，啊，在家同修一样啊，啊，抽出闲暇的时间，一个星期讲一次就可以啊，但是决定不能中断。一定就至少要保持一个星期讲一次，
不能中断。那么现在说实在话，在家同学要学讲经啊容易，出家学讲经难。你们想想，哪一个道场啊会让一些年轻出家人让你在这里学讲经啊？这不可能的事情啊。你会讲呢，那老和尚怎么办啊？在一般跟你这些师兄弟同辈分的人，哪个不嫉妒障碍啊？没有机会啊。现在真的讲啊，讲经说法的时候，在家居士的这个机会比出家机会多，而且殊胜啊。因为你在家的时候，你得有亲戚朋友很多嘛。啊，我你星期一到你每个星期一到你家去给你讲一部《金刚经》。三个人五个人听嘛，听众就越来越多，因为你讲的精彩呀，你讲的一定比我讲的好啊，是你取的是我的精华嘛，我的天，那些拉拉杂杂的你都丢掉了嘛，都不要了嘛，你晓得这个原理，你才知道这个事情不难，啊，这个事情可以做，学讲经，练习讲经，啊，到讲的差不多讲的很好了。再去受个菩萨戒，那个菩萨戒是形式啊，免得人家毁谤。因为你受了菩萨戒，菩萨有责任讲经啊，所以在家菩萨说有责任讲经，出家人对你也不能批评啊。而且说实在话，讲经身作是代佛说法啊，居士讲经身作代佛说法，我们出家人去听啊，也要先拜三拜。哎，你下了台，你是居士的身份；你上台的时候，你是代佛说法，那个身份不一样。啊，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晓得。啊，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啊，不知道事实啊。我们看佛经，佛当年在世的时候，维摩居士是在家居士啊，他是受了菩萨戒的居士。维摩居士讲经，舍利弗、目犍连这是佛的大弟子，去听经的时候一定要顶礼三拜，右饶三匝，那个礼节跟对佛完全一样啊，没有两样的。佛法是师道，师道是老师第一大啊，不管你在家出家，老师第一大啊，你一生坐的时候是代佛说法，这个就是第一大啊。进入这个佛堂啊，你就应该要行礼啊，这个就是最敬礼，我们必须要懂得啊。不是一出家就第一大，没这个道理啊，那是个错误观念啊。那么这是这个身作讲经居士可以称法师啊，这个法师和尚都是通称，在家也称和尚啊，和尚不是出家人称的啊，这个诸位要知道，和尚是清教师啊，就是传法的老师啊。譬如你今天跟我学讲经，我就是你的和尚啊，你完全依靠我的啊，我就是你的和尚。我过去学讲经，我是出了家，我是跟李炳南老居士学讲经，李老居士是我的和尚啊。和尚要是和尚是印度话了，翻成中国意思叫清教师啊，现在的话就是指导教授啊，他直接传法给我的，所以和尚的关系是非常密切啊，他有师承的关系，这个法师没有师承关系啊，和尚是有师承关系啊。再看下面这节，若向在家善知识请求讲经说法，为其弟子一以为师，则故无不可者啊。
这是以在家居士为老师的。啊，在家居士以在家居士为老师。这个出家人以在家居士为老师都可以的。啊，这是我们在世尊出现在当世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例子给我们建立了。啊，维摩是在家居士。啊，多少出家人以他为老师跟他学习。啊，佛身边的弟子也是以他为老师。啊，他讲经说法有的时候佛叫这些自己学生到那边去听。啊，可见的没有另法了，人家讲的是正法嘛。哪有错误呢？啊，所以出家人可以以在家人为和尚，啊，为老师的。说如其志愿真诚，堪以教化，善知识亦不以一味君居也。啊，这个是不可以拒绝的。他是真心诚意呀、来求法，啊，那你要是拒绝他，这个是断人法身慧命，这是完全没有慈悲心的。啊，只要是真诚的来修求学的话，一定要教。此经是大般若法会中之第九会，且是为法大乘、法最上乘者说，可见在会者皆是法无上菩提心之大菩萨，故不别列也。那么这是说这个前面呢所列的这些大众，它里面有比丘、比丘尼、优婆塞、优婆夷啊，他没有列菩萨众啊。为什么不列菩萨众呢？这个地方给我们说出来它的原因啊。这个经是大般若经啊，大般若经呢总共有600卷啊，一共有16会啊。这个是大般若经里面第九会的一分啊，是600卷里面的一卷啊。这说明金刚般若经是从哪里来的啊，是大般若经第九会里面的一卷。那么这是整个般若的纲要，是整个般若的精华啊。经上讲得很清楚，是为法大乘、法最上乘者说啊，不是为普通人说的。那么由此可知，当年参加法会的这些人都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大菩萨。佛灭度之后啊，我们今天这一会诸位来参与的也是发无上菩提心的大菩萨，这一样的。若不是发大乘、发最上乘，你虽然来听也得不到利益啊，也就是你没有听清楚，没有听明白。真正听清楚、听明白，很欢喜，依教奉行，那你就是发大乘者，就是发无上乘者啊。这个是幕后所列的这些大众不列菩萨的道理在此地。皆大欢喜者闻此大法，心开意解，开始开悟了，解释许许多多的疑虑、无明、误会通通消失了，啊，通通解除了，所以欢喜，且知信受奉行，便是何当如来度生死也。这个的的确确把我们凡夫身变成了菩萨身了，转这个境界转的实在是太快太快了啊，转凡成身啊，知道依照这个经去做啊。佛教给我们为人演说，这就是担负如来度化众生的事业啊，当得菩提，成佛有望啊。
这两句话是真的。啊，只要你依照这个原理原则去做，啊，你的进步非常快速，年年不一样，月月不一样，当得菩提就是开悟。啊，从小悟大悟，大彻大悟，明心见性的，啊，见性就成佛了。非同小口啊，故大欢喜。再会大众啊，无不如是，故皆大欢喜。啊，我们今天也是这个心情呢，啊，心。信心不逆之心，啊，信心不逆是本经的经文，啊，这个意思就是非照这个理论方法去做不可，啊，这样的信心叫做信心不逆。受就圣洁意趣之解，啊，这是须菩提尊者自己说的，啊，他听，佛说这个法了，圣洁意趣，因其有不逆之性，圣洁之受，所以奉行。奉行就是受持，奉是尊奉，遵依经中所说之意趣。行是自利利他，自己尊奉而行。佛广布此经，为人演说，令一切众生无不皆大欢喜，啊，那么这些话都是佛在这个经上啊常常讲的，啊，教导我们应当，啊，受持读诵为人演说。如是信受奉行，悟时汇水长流，法门永通。这两句话是自行化他，啊，在自己本分上就是智慧不断增长，烦恼业障不断地在消除，啊，在佛法修学弘扬传播永远是很顺利，无有障碍，传之成劫而无滞，成劫是时间，普济万类而无已，这一句话是讲的空间，啊，时间永远的传下去，啊，空间是普度现前一切众生，啊，无疑是没有漏掉一个，啊，在变法界近未来由此经处便是佛说法处，啊，所以经典所在之处就如同佛在，但是经典一定要有人受持，要有人读诵演说，才能产生效果，啊，如果没有人受持，没有人读诵，没有人演说，啊，这个现在在台湾是很富裕了，啊，这个印刷术很发达了，很多人家都有一套大杂经，啊，摆在那是没有用处啊，摆在那上他不看的，他不知道，受持读诵为人演说，他不晓得，所以那只是做装饰品而已，那个没什么作用的，一定要读诵，要依教奉行的为人演说，集结者之意，这个集结者是阿难尊者，就是阿难尊者的意思，在于一切大众啊，依教奉行，佛中永永不绝耳。
因为这一段经文不是佛说的，这一段经文是阿难说的，就是集结着这个人呢，他的意思，他的意思在劝勉我们要依教奉行，劝勉我们要流通佛法。现在这个社会，从表面上去看，好像科学技术啊突飞猛进的，人们的生活水准好像天天都在提高啊。如果你们大家这样看法了，是只看到外面表面上的现象，其实这个现象你也没真看清楚。如果真的看清楚了，你就知道现在的社会这种发展并不乐观了，里面的问题非常严重，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怎么知道呢？心量自小，智慧呀，一天一天呢少了，贪嗔痴慢的三毒啊，一天一天增长，这个是三毒增长啊，智慧隐没了，还有什么前途啊？人怎么不苦啊？今天大家生活很苦啊。我前年，这前好几年了，好像是第一次到大陆的时候，大概总是七八年前的样子，我第一次到大陆，去观光的时候，大陆的同胞啊，看到这个外国人的时候非常羡慕啊，尤其我们从美国回去的。非常羡慕，我就告诉他，我说美国人的生活不如你们呢。他吓了一跳，说怎么不如？美国住洋房，家家都有汽车啊，都有电冰箱，怎么不如我们呢？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啊？我就问他一句话，我说你们那有不少人呢，在一起，你们有没有负债的？我这一问，他就想，没有。都没有负债的，这个了不起啊！美国人从生下来到死，债都还不完呢。他什么东西都是赊账赊来的呀。我们中国古话说“无债一身轻”啊，你们过的是人的生活啊，他们过的是一生都是为债务，拼命工作还债呀，还不完呢，日子苦不堪言呐。美国人怎么能比得上你呀？你从哪个角度去看？他们每天下午没有事情的时候，几个小桌子拼起来，什么花生米老酒在那喝聊天，闲情逸致。他美国人哪里有这种享受啊？过有过的乐趣，那个过的是真的人的生活。我们看到他贫苦。他们过的是真的人，他是自然人呐，他是跟大自然结合的。我们过的是什么日子？我们是都变成机器了，哪里是人呢？这机器了，不是人了。所以一定要看清楚啊！你没有智慧，你就看不清楚。现在。西方一天到晚喊什么智慧财产权，一本书出来了，版权所有，翻印必究。听说现在什么一个卡带上唱个歌的时候都不行，它都有版权所有，翻印必究。那个心量小到那么沉，那么程度，在佛法是讲流通敬畏来记呀。你看佛书的时候欢迎翻印，功德无量。
那怎么会相同呢？啊，所以我这个讲经这么多年了，三四十年了，我讲席上常常讲啊，人家有些书送给我，我第一个看什么？看他版权页。只要版权页上是版权所有翻译必究，我就丢在一边，我绝不看。为什么？我没那么多时间。啊，为什么不看呢？心量那么小，能写得出什么好东西吧？啊，我有我的理由啊。啊，你看佛这个心量多大了。啊，变法界敬未来际，叫你流通啊。啊，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啊，今天佛门里面，甚至于很多出家的法师写了一些佛的东西，后头也是版权所有翻译必究。啊，这个他没有念过《金刚经》啊，不但没有念过经，一本佛经都没念过，因为每一部佛经的后面都是叫你流通佛法嘛，啊。没有教你的时候，你学了之后不要教给别人吗？没有这种说法吗？啊，都是劝你自行化他，啊，帮助一切众生把佛法的时候流传到久远的，这流通就是这个意思。哪里到你这个地方就障碍了，就不通了，哪有这种道理？啊，我辈今日说成。闻者啊，说经的人，听经的人，发起发会的人，护持道场的人，亦莫不皆大欢喜，信受奉行，同居此愿呐！啊，我们要跟诸佛如来，要跟一切菩萨、阿难尊者、祖师大德们同心同愿，居此愿者，乃为真信受啊，真奉行，真欢喜啊！啊，这就是说明我们的心愿皆行，要跟佛相同。佛的心愿解心在哪里？就是这一部经啊。这部经是佛心，是佛愿啊，是佛对于宇宙人生真相的了解。啊，是诸佛菩萨究竟美满的生活行为啊。我们从这个经里面学到了，啊，就能把自己变成跟佛菩萨一样，啊，真正信受，真正奉行，真正欢喜，啊，此证我辈上报四恩，下济三苦处也。人与人，人与一切众生彼此互相都有恩惠，人不能离开社会独自生存，啊，不能离开众生，啊，跟众生是一体的，啊，互相都有恩惠，啊，我们每天吃的饭农夫种的，穿的衣，啊，这是工人制造的，样样东西都得社会一切众生的供养啊。我们要知恩呐，啊，四重恩，这个我们必须
要明白，第一个是父母之恩，我们的身体父母有生育之恩，父母生我们身，养我们的身啊，养育之恩呢、第二个是老师的恩，佛是老师，佛菩萨老师的恩德，老师是教导之恩呢、我们的化身慧命得自于老师，使我们真正了解宇宙人生的真相，佛是我们最好的老师，要知道这个恩德。第三是国家之恩，没有国家，我们的生活没有保障啊，就没有安全了、国家保障我们的生活啊，安定安全，国家之恩呢、第四个是一切众生之恩，我们与一切众生互助啊，互助啊。佛法叫我们常常念着四重恩呢、要存报恩之心。我们如果不能够认真的修学，就不能报恩。要想报四重恩，一定要依教奉行。下济三苦，三苦是三途。地狱恶鬼出生，地狱恶鬼出生，我们怎么帮助他呢？我们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要晓得，还没有变恶鬼出生地狱的，将来看的他马上就要去了，这些人我们可以帮助他，让他觉悟，他将来不会躲三途了。我们能帮助的是这些人呢、看看哪些人造地狱罪业，造恶鬼罪业，造畜生的罪业、我们能把《金刚经》的道理也说给他听，他觉悟了、这一回头就不堕三恶道了。这是下济三苦啊，所以自己依教奉行真是报恩啊，为人演说就是下济三苦，唯愿诸善知识从实性而入净性，净性的功夫比实性要深得多了啊，净性里头丝毫的疑惑都没有了啊，对于理论事实真相都搞清楚了，都搞明白了，于有为而真无为啊，这是讲我们修行其如功夫的浅深，由浅而深，以此行愿庄严佛土，在现前啊，现在有人提倡人间净土，那在喊口号有什么用啊，要真做 我们每个人都能依教奉行，都能够为人演说把佛法发扬光大，人心清净了，离开一这个世间就是净土这叫庄严佛土化度有情，归心净土，老记得往生，不退成佛。这个最后四句是最重要最重要了，那是真的彻底究竟圆满的解决问题了那么这个几句话都是姜维农居士写的可见的这一部金刚般若大般若经到最后回归到净土回归净土才叫究竟圆满我们这个经到此地也就是功德圆满了
这个谢谢诸位同修。